你先给车费交了。你妈越急越乱，钱包搁哪儿？不着急，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不是，我着急啊。100块钱，找你爸十。哎，好了，您快点吧。您钱不够啊？哎，我去，我上对面小店去给你换。不用，不用找了，不行，这是规定，我们必须把零钱还给你们才能。啊，再等我啊。对，不要慌啊。老大的地方走廊老长了。 你迟到了多久？3个小时，你就应该再晚来一会儿。这样的话，跟你拍婚纱照的人都可以换了。别说这个了，我不急这个，我也没用啊。我审美不行啊，给我们也挑一套吧，要那种不灵不灵、闪亮的那种啊。你还挑一套显白的那种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的眼神实在流露不出来惊诧。你穿这个，我想给你拜把子。 行啊，换一套吧。哎呀，就这事儿吧，这事儿现在比最好。信啥价比啊？我一辈子结一次婚，信啥价比啊？咱们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呀？他要杠上幼儿园，两个妈又来上海了，哪哪都要花钱，省着点吧。啊，不，不行，我就不省，我要贵的，我要好的，我要钻，我要闪。土不土啊？土就要贵啊？咋的？我不听话了是不是？就不听。